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，欢迎收看《宁史爱戴玩》。我们现在打的关卡是。是你不是要念吗？我等你念啊！树墨之案，冥界的帝王地狱集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我们现在要用的是这一句，我发现你们常常用不管是星培啊，然后倩倩啊，他们没有，我用的是五星不一样。没有没有，我说那句哪一句啊？那句那个是啊，废话不多说，这一句是不是很流行？是吗？对啊，啊随便啦，不管我，拒听我。好过分！这会太痛吗？不会，你再转就会了。没关系，我刚刚把木竹给切开了。切开不错，你可以一拖讲过去啊，一拖木竹。一拖木竹也是会痛吧？不会。啊，不行了！哎，好烦。这样子痛了，这样子痛了。OK， 不错 okay, 不错。Yeah, 等一下，你要回血。耶、yeah. ！要四颗星珠。我怕老木会打死他。没关系，先转四颗星珠。都不管了、啊，三颗嘛，不会有这样吗？三颗不够，为什么三颗呢？因为你知道天降，他一定会死啊，因为天降，因为左边那个一定会死，也是，我没有看到，对啊，他还是你比较清醒嘛，好了，你笑什么？不是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加油，我不想补血可以吗？嗯，我想留下木珠，然后不要补血，木珠太多了，可以笑一下。我觉得可以一拖木柱，好了，不错、哦，这个时候就洗个版面应该 OK 吧？对，洗一下吧，木柱一歪都洗一下，不行，洗不到，一空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打死他吧。要洗走其他？不用吧，不用洗了吧，我就打死他了。对，打死他，但是不要转木柱打死他。不要转木哦，对，直接那个。对，很难避开木柱，你知道吗？就转上面三行就好啊。这样子有三个属性吗？不需要三个属性吧？要吧？这么烂，有还是转木珠啦，还是转到木珠，还是转到木珠。天降不算了，好吧，天降不算了。好了 ，Battle Two 自卡戎这一关是固定扣血40%，其实压力蛮大的，对一般的队伍来说，哦不错哦。他想自杀，你有发现吗？哦，这边你想全技能吗？我以为你不想。还可以转一点木珠哦，这样子可以吧？转一点木珠嘛，哦不行，直接杀他了。你好烦哦、喔，你干嘛这样影响我啦？搞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很奇怪、欸，没关系，木妹已经好了。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？OK，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逗你啦，不行吗 ？CD33还是蛮稳的 ，CD33应该。加油 ！CD33其实还某些程度来讲算是蛮稳的。哦，星珠好少哦。星珠 OK， 我们先找星珠吧。三个属性 ，OK， Fraker， 没关系，有天降，有天降，哎呦，死了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可以，伤害蛮够的啊。右边的木珠一排蛮好转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吧。没关系，完全 OK， 这个版面非常好转。嚯，对 ，OK， 不错，点心可以放在一起的说，不错嘛。为什么伤害？我刚刚没有转到三属吗？没有留意。应该有吧，有没关系，现在这回肯定秒了。好了，木暗火，木桌全体，对，我要喊出来，按，对，喊出来才会发现。谁可以转啊？刚刚你抬脚放手了。刚刚没有转心、哦，我没有喊心的，好可怕。刚刚水可以卷在一起，你有点的砸开脚放弃了。这边休息一下技能吗？不是啦，就是洗一下版面，洗一下版面，因为你的木柱太多了。我干嘛转心？他杂色数越来越多了，你有发现吗？好厉害哦，越转越杂色越来越多。是技能吗？应该是，他的敌人的技能是把你的那个珠子给越转越夹，你木珠跌到哦。我木珠跌到了 ，fuck！ 你是故意的吗？哇！他一直把我木珠给消掉。厉害，开木妹了，开死了！我怕你忘记了开木妹。不是，他把我再多转一回合啊，这边可以吧？烂了，烂透了，把其他珠子给死掉，加油！阿宁非常需要加油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刚刚一直死掉。干嘛爆料？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次打的时候已经临时通关，但是那个影片不知道给尾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爆掉了。就是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内建录影功能还是不太稳定，我觉得。所以大家直接爆掉了。对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好了，这边你觉得你怎么打？也没有杀吗？这边的暗希拉有救吗？
120万血，打你6000啊！我没有开木屋，可恶，忘记了开，忘记忘记，我没有提醒你，忘记，谢谢，忘记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对不起。因为他是打6000的关系，这边还是可以，不回血也是可以。但是他选择了回血，哇！你看到问号是没有哎、欸，没有了那个，你看什么奇怪的外挂吗？没有，才没有，超扯的。刚刚有看到那个。那个问号就放在两个木柱旁边，然后给消除掉，好厉害！因为我刚不要不要这个开，不要这个开，为什么这个开始？这个开始更好嘛？准备取整数据哦，好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老师你好厉害哦！是，你可以叫我老师，没关系。好，超强的。哦，我看到那点少哦。是，我看到好多星柱啊，才4个。不错不错，第6回合最麻烦的吕布，吕布又来了。就是20%，你要回血哦。你现在血量是不够顶一下，因为你们的攻击是要9100。然后现在又不能消水族，血量是280000，28段，28段。哦，哇哦，我转错了，我刚转错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刚刚你在干什么。不管了啦，反正有新珠，新珠昨天不够，制造一下吧。可以做做做，但留一点哦，不要转太多。这个要怎么留？没有，随便转就好了，随便转一般都不会转到，然后木珠必须要转到，因为打好了要打到，那就火焰木就好了。对，跌到不错 ，OK， 放手放手，非常好，够吗？哇，没有，非常多。哎，你是刚好补回来哦？嗯，所以你那个血量是刚好补回来，刚好补到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没有吧？还是不会死吧？应该没那么13000。刚刚明明刚出来，我说好像消了很多星珠。两组星吧，两组星吗？你是龟四个星够吧？可以啊，因为他打他太危险了，我觉得。哦，好吧，那不要压血嘛，不需要压血啊，现在。好吧，对不起。哦，没有木珠，火珠会转多一点哦。火珠，哎，火珠可以当伤害吗？对，可以，但是会转多一点。好，尽量嘛，加油。星也要转多，星两组，火两组。对，我在干嘛？我刚刚你在休息。我刚慌张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刚刚，好，有天降，有天降就 OK， 完全不痛 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卡星珠，我们可以开墓碑了吗？开墓碑干嘛啦？吸一下嘛。我想看那个这个东西，追打哦，说不定可以追打啊。对对对，好想看这个到底能不能。你觉得这关要开主角吗？我可以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我帮你开。好，我可能转出主角转得太烂了，我试试看。好，什么？你要看哪一个主角？哎，先开火主吧，火主比较好吗？因为现在木主有什么加成，就是什么加10%伤害之类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，一般我会想很久的，因为我怕帮别人转会转得很慢。好，算好了，火主吗？对，火主。难怪你会先看火主。下面有转好吗？没有，没关系。OK。你是以为我会被你转更烂，是不是？但是不是哦，欸，好像不错哦，不需要转很多啦这一关。哎，欸，七 combo， 哎，欸，很厉害，不需要转很多。没有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其实七 combo 还蛮厉害的。不要这样嘛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转六 combo， 刚刚我看过，你转三 combo 啦啦啦，开主角转三 combo 哦，开主角转三 combo。我说刚刚故意转的很烂，就因为代打是不行的，我不可以太强，知道吗？对对，好，好啦，杀了他，干掉，干掉。哦，所有技能都没有了，好可怜哦。欸，他现在按还是可以追打的。对，持续相爱。欸，我们这样子被打，又被吸，又被打，会死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不会，50%不会，完全不会。欸，火珠好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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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远哦。火珠没关系吧？为什么转火珠？我想转火珠。不需要，不要，我就是要转这边拉上来，蛮好转的。不要，我就是要转火珠。只有武康哦，因为刚刚的按住没有足，刚刚没有足，伤害其实还蛮。好了，你要再等还是直接开主角？我觉得直接开主角了吧，这样子应该已经好了。直接开主角还是 OK。哎，欸，还是我们吞一个石头，等一下做一次攻击啊？什么攻？吞一下石头？什么意思？欸，这个开主角打得赢吗？要是上面露出不够的话，觉得没关系啊。我觉得不够，我还是可以回血啊。好吧，我们就回一波，然后就我来吗？我来吗？好，我来。你看，我看你转
我这一波有个很好的路径，应该非常好。哦，真的吗？是的，来喽，上吧。为什么？三木出超多的，刚刚有问题哦。哎，好 ，OK。我忘了我起手就是什么，我转到一半发现我起手是到底什么了。哇，那个木天降跌到，这也太想了吧？肯定秒啦！不出也天降，你知道吗？超扯的，哇，伤害好夸张，超痛，超级痛，74万的，赢了，掌声！耶、yeah! ！看掉卡哎，竟然不是茉莉，刚刚我打掉的那个是茉莉，是红色的，那张卡是红色的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不是茉莉呢？我想收集嘛，干嘛这样？可以念技能，不错，对吧？好，恭喜您十通关。哦，又升技了。他每一次经过一次影片都会升技耶，你有发现吗？是，每次用他就会升技，他就一定要想出来，就是出来一下，对对对，促进多一下，促进一下这样子。好喽，赢了，谢谢阿翔，歌神阿翔，歌神阿翔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